哦，哇哦，哇！现在是两队呢，现在是平手了耶！哇哦，而且，二垒跑者回来得分，一垒跑者来到了三垒，然后打者是趁着这个传球上的一个失误来到了二垒，而且现在是只有一人出局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三垒的跑者回到本垒的话，是台南队获胜哦。台南四队获胜，但是就要看云林县队这时候能不能够扛住压力，发挥滴水不漏的一个守备实力，把这一分给守下来，进入第八局呢，保有一线生机呢，还是 也目睭金金人相中，就这样拱手让人呢？我相信绝对不愿意啦哈。好，林俊伟的打击。第三棒背号二号，两个出局数，要怎么抓？而且一垒没有跑者，一垒没有跑者，没有怎样，没有办法抓撞杀。哇，这时候非常紧张啊！哇，眼看是现在是台南，台南市队比较。哇哦，回攻！哇，现在呢，压力比较大的是谁呢？是云林县队哦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还有两个出局数要来抓，然后面对着是三垒有跑者，二垒有跑者。开始球上来哦，球上来哦！哇哦，插棒机外。好，现在非常的紧张，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。哦，我大气都不敢喘两声呢，我敢喘一声而已。靠近他来，我们的扳手也是我们的会员黄总，你靠近他来，等伊跟拍到尾落啊，即马等你紧张，你较来。啊，你嘛足厉害呢哦！知影即马当紧张啊，有没有机会啊？我也刚被牺牲打吗？传本嘞，有没有机会啊？胜负比赛结束了哇哦！真的是一个我也刚被牺牲打哇哦！最后呢，我就说云林县队的压力最大，因为两个人是要守这一分，其实真的困难度蛮高的哈、哦。